两桶几盒。样。留着下次可以种，又可以再吃。哦，所以你我那有干嘛？我就给爸爸了，不可以啊，你来拿。可以煲到一煲汤食咯，洗白白先，搣咗出边嘅红衣，好靓啊！煮边一煲水啊，攞嚟挥嗰个猪肉，去咗嗰个血腥味。之後就倒咗嗰啲揮過嘅水啦，嗰啲白白嗰啲啊，嗰啲白渣全部倒曬佢，然後用清水用水再洗下，洗乾淨佢。之後倒落嗰個煲佢啦，跟住金筍就落啦。好咗嘅時候再加翻少少鹽啦，就可以飲得噶啦。非常之嘅好味嘅一個湯，非常珍貴嘅湯，對肺功能好啦，又可以清毒啦，又可以氣濕啦、利尿啦，真係非常之好，值得噶，唔使理佢，由得佢自己生長。要煲嘅時候就去挖嚟煲，太好了。